蜜袋鼯为什么深夜会狗叫，一直叫停不下来怎么办？下面请看一段狗叫视频。小蜜狗叫的原因一般是寂寞，找同伴，找主人，饿了，无聊，受到惊吓。具体是什么原因，你要细心观察，逐项排查。每晚定时狗叫真的很困扰，睡觉前都做好以下几步能有效降低狗叫的几率。首先看一下它的饭量如何，是否吃饱了。小蜜是夜行动物，夜间玩耍会饿，留的食物是否给够。如果吃的不缺，它还是狗叫，就要想想今天是不是没有陪它玩。如果下班回来没有时间陪玩，可以一直带在身上，能缓解焦虑。到睡觉的时候再放回笼子，让它自己玩。如果吃饱喝足也陪完了还是狗叫，可以试下握手心里安抚下，然后塞回窝里盖上被子，这个时候一般都能冷静下来不叫了。希望我的视频能帮助到你。